飞碟唱片行，你刚刚忘记吗？而且刚刚奇怪，我头发怎么瞬间就是吃到我的头发？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唱片行的老板娘夜光奶奶。今天我的工读生是许淑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豪豪许淑豪。Hello， 奶奶你好。为什么要叫我奶奶？好吧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以为你会叫我老板娘哎。老板娘你好。好了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呢，你知道我们唱片行已经做了破百集了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对，破了100集之后呢？那个小豪即将成为我们第105集的来宾，那这105集我们就决定要做改版。那这个改版呢，就从这一集开始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啊，很多人的专辑都做得非常的特别。那一分钟开箱似乎好像不够，所以呢，老板娘就决定要来一个快问快答加码题，而且这个加码题还自己做音效。这个加码题呢，完全就是出自于这张专辑，绝对跟这张专辑都有关系，而且都有正确答案。我们等一下会有六题，而且是计时30秒。那你30秒里面呢，六题，你只要答对一题，就会增加5秒。所以你最多可以加到30秒，对不对？5、6、30，对，30秒。所以再加上你的一分钟，原本的60秒开箱就会变成90秒开箱，有没有很棒？很棒，因为这张专辑真的超难开的，真的很难开。因为我其实有偷偷的看过，我觉得非常难。然后我想说，你这个60秒可能开不完，所以我们就决定，应该开不完。对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有加码题。Yeah， 那加码题呢？你要接受挑战的吗？好，接受。好的，然后这个题目呢，都真的非常的简单，你就是要快问快答哦，30秒内你要把这六题答完，你才有30秒。我还要介绍，还是我就没有？这个是先对，要先看你可以加几秒。好，看你可以加到最满90秒吗？好不 好？你要加油哦，因为题目真的都跟你的专辑非常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我就让你打一下。玩真的、哦，真的，真的有关系。他真的是要计秒啊！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计时30秒，快问快答开始。请问这次的专辑名称叫做《真心话冒险王》。好，请问《真心话冒险王》专辑中有跟几位合唱，分别是谁？什么歌？萧敬腾，别再叫我哥；徐若瑄，但愿人长久。好的，请问你的专辑中第七首曲目叫做？阿君的错，这个很难的。你要不要再想一下？不行，我们就换下一题哦。第七首，半杯水。错。第七首，别再叫我哥。时间到，你才答两题，怎么回事？好，那刚刚你的挑战算是。成功，好心虚啊！好的，对，快成功，将近成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待会你补一个小东西给大家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小礼物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计时，我要开哪一个？开这个。好，啊，这个我就继续放着。好，好哦。我们计时90秒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豪尔许淑豪，这是我最近最新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听说他有练习真心话冒险王》。没有，对，没有冒险王。然后呢，英文名字叫做 Sound Lab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张我走一个比较实验性的。我觉得你要边开哦，会来不及哦。实验性的专辑，所以里面呢放了很多特别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希望让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，在开专辑都可以像我这张专辑里面想带来大家有实验探索 DIY 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好，我们开始打开哦。他专辑很贴心，有告诉你们怎么开，所以你们在这边就会看到，就是顺带一提，这边有一个。那个小柑橘，我是今年的年度代言人。哇，好棒啊！所以你只要去唱片行买，真的就会有这个，没错，就是你会买到这个。哦，一定会很棒哎，没有限量的，买得到就有。哦，很好。然后真的很难，这张专辑其实老板娘已经开过了。打开会先长这样。好的，第一个步骤，它会做成一个什么东西？第二个步骤，它会变成一个。魔方，魔方，宇宙魔方吗？我看 Marvel 应该就这样，宇宙魔方，它是一个能量的总和。好的，我希望我这张专辑是我音乐上创意的总和。好的，所以也希望带给大家，组起来是我的这个音乐的宇宙魔方。这概念是你的概念吗？对，那个时候跟设计师一起讨论的。对，所以你就是刚看完 Marvel 电影之后说我想做一个宇宙魔方，他就帮你做出一个宇宙魔方的车子。有够夸张！这是我的很厉害的专辑。哎，刚刚后面没有没有夸好。这是真的很可爱。这是90秒吗？你是这么快啊？好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赶快，因为毕竟他今天就是有快问快答嘛。歌词本呢？好的，好，他总共他是一个像书一样可以翻，每一首歌也有两首歌，然后厉害的是他有巧思，他可以结合成一个，怎样又可以做成一个盒子吗？放在盒子。我想说，好啊，小海报吗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海报。
所以如果歌词全部都背起来的人，你就可以把它贴在后面。哇，好像很厉害。没错。好哎，解释完了。好的，那你要怎么收回去呢？总是要收回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收回去，这样。就刚老板娘乱收有沒有，大家在打开的时候记得刚刚怎么打开的，这是蛮重要的。不记得，因为刚不是我开的。好，先这样子对折起来。好的。然后让它有个嘴巴这样打开。然后，哦，有练过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好的，那就收回来。那这个盒子也要拆完，然后再放回去。你知道一张专辑其实真的有时候打开之后就很难收回去了。啊，要收回去是不是？当然了、啊。好，不然。这张专辑，这不在90秒内啊！当然没有，已经这你没有听到军歌影响吗？军歌影响已经是结束了，刚刚瞬间回到当兵的感觉。真的哎，好了，反正那时候啊，你们不要担心 CD 在里面，你们刚刚是没有看到 CD， 对 ，CD 其实在这边，在它的这个魔方里面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就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就是 CD 在里面，好像不是很好拿吗？哦，可以啊，你把它嘟起来就好了。对，拿的时候是这样。好的，好的，非常的可爱。这张专辑真的是很搞纲啊，边听可以边玩。对，没错。好的，我们看他收回去花多久的时间。对，今天呢，他有准备了一个30秒的小表演要给我们大家。好啊，因为我这张专辑叫做那个真心话冒险王，那我就唱一小段。哪一首？曲目七吗？那真心话冒险王，请问是曲目几？曲目九啦。曲目九。怎么那么好笑？好哦，那我就直接好、哦，预备起。该说的快说吧，游戏玩够了就回家。没把握别回答，我宁愿你把我当傻瓜。记着200句上，爱是6点退路城墙，输掉再也不用被惩罚，早就被我看穿，难为你再费心一慢，朗诵1万个真心话，比不上一个谎，一个冒险王。可以早就被我看穿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关系，反正大家也没有计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飞碟唱片行非常感谢改版的第一集，请到了许书豪。那希望下次不要再等那么久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我希望你一年可以打工一次。哦，太棒了，那就表示一年要出一张专辑。好，好。我尽量。好了，那我们飞碟唱片行今天非常谢谢许书豪来打工，那我们唱片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